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些都是我上次拆出来的，我打算准备了一个小盒子，把它放进去，还有一张图纸。我们来摆一摆吧。我们要先把床摆上呢，找下枕头，在这放上去，小被子，哇，好粉嫩哦。还有它的小地毯，找找它的拖鞋在这儿。我超喜欢它这双拖鞋，就是它穿不上去，给它随便摆一摆，假装它的房间有点乱。摆灯啦，好啦，这边我的房子就好了。这个柜子，比较小。这个呢，可以把唱片放进去，它可以旋转哦，盒子也可以装。这两个餐具好精致哦，叉子摆在床上，哇，这上面好可爱。我最喜欢这个小电脑了，还有一个插着，你看，这个是可以插在上面的鼠标，这里有个孔，就是很会掉。噔噔，好了，放进去。我本来还以为这是一个小本子，结果是个平板，我翻过来才发现这里有个摄像头。好的，这个呢放在这儿，应该放床上的。萌萌兔，这个草莓抱枕放在地上，能表现出它的家有点乱。这本可爱的小书放在这吧。这个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，应该是用来装饰的。好的，最后一个，不知道放哪。但是我知道它是一杯牛奶，那还是放在这儿吧，这可爱一点。哦，我发现了，这还缺一个这个，放在床上吧。噔噔，就摆好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吧。这个小镜子是真的哦，把美乐蒂拿过来，给它照照镜子。哇，能照出他的脸，太萌了！放回去吧，让美乐蒂吃个枣。摆好了，都是我最喜欢的粉色哦。不信你们看，但是有一些是白色、绿色的、蓝色。我们今天就摆到这里啦，拜拜。